有出口吗？数百名土匪在一夜之间离奇消失，他们究竟去了哪里？难道真如村民所言，无恶不作的土匪被阎王收了？也有人说被洞穴里的妖怪吃了。从那之后，当地人称此地为阎王坡，而土匪盘踞的山洞称为阎罗洞。如此神秘而又诡异的地方，在好奇和疑问的驱使下，我们决定前往一探究竟，不仅发现了土匪当年遗落的财宝，还被我们找到了土匪消失的秘密。我们在这个林子里发现了好多蘑菇，这个不知道能不能吃啊。这里呢就是阎罗寨，外面就是这种城墙垒砌的一个堡垒啊，在这个位置呢都能发现它的垒砌的痕迹。看一下，大概有个接近3米的厚度。这个位置还有石槽，这里还有门栓孔，在它的上方啊做了这种门槽，这边也是有一个，包括这个位置也有一个。从内部看出去了就是这个样子的，而且有很宽的这个面积啊。不知道这个阎罗寨呢到底有什么神奇的位置，能够吞食当年的土匪。这里还有一个射击孔，包括这里也有一个。下面这个位置呢应该是一个水坑呢、啊、当年吃水啊装在这里的。我们现在要到里面去看一下。这边呢也是一个土坑，这里有很多乱石，当年盘踞在这里的土匪一定是很牛逼的一个、哦、老大。在这个位置呢发现了一个土坑，明显是有人啊刻意把这个石头放上去的。作为一个土匪盘踞的地方呢，它有一些储存物件的地方啊，这个里面就是一些乱石头。这里看到没有，有一个碗，不知道是不是完整的，偷起来看一下。这里有个碗，我还以为是个完整的。但这边像个藏宝洞，来搞不搞一下，我们找不找一下。我们把这个剪开，万一里面有宝藏呢。剪开，说哪个地方有宝藏？看这里明显就是人为垒砌的嘛。那我们就把这个地方翻开看一下，来搞一下，看里面有没有什么惊喜的发现。我们不是探宝啊，我们就是纯粹的好奇。这个地方明显有人像埋过东西的啊。这个地方是人为故意把这个石头堆上。哎呀，拿起，哎呦，哦，啥？我勒个去！一个铜钱儿。对对对，看到没有？这宽永，宽永日本产的。还有没有？我操！这银的吧？光云。光绪云宝，江南省造。这很哇，这边还有哪里？这下面还有吗？还有没有？没有了，没有了。数下多少个？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。十九二十还有没有？刚刚我这里捡了一个。好、哦、你那里21个。哇靠，全是银的，厉害了。算了，藏起来吧，埋起来。这个地方我就不说了，说了的话有人要来这个地方淘宝。藏这儿吧，我们还是把这个恢复原貌啊。这是个啥？耶，这边还有落款，还有花纹呢。这个不知道是什么底啊。我们刚刚在洞道里面进来大概150米的时候了，这一个土坑里面发现了银元，还有铜钱。但是这个地方呢，很少有人知道啊，在一个深山密林之中，所以说没有被那一群淘宝的人找到。我们现在要接着往前面走。看一下这个洞道到底有多深呢、啊？在里面会不会发现更多的元宝啊？这个洞道呢就是反坡向上的，那么我们要从这个位置上去，它的洞道呢是在这个上方。既然是土匪盘踞的地方呢，肯定藏有东西啊，
这个是很正常的。我也一直在跟大家说啊，我能够在探洞的时候呢捡到几个铜币了，这个是很正常的。捡到东西呢，这个也很正常，但是有的东西呢我不一定会把它带走啊，很多东西我都会把它放在原来的地方，不会暴露它。说到这个洞穴呢，它的位置我就删除了，不会告诉任何人它具体在哪里。这个位置呢完全是一个反坡，我们要从这个位置爬上去，然后前面呢不知道还是个什么样子，这个位置非常的难搞，而且这个石头上面有滴水，贵重的施法一定要踩好踩稳踩牢，一旦失足千古恨呐。我们在这个位置呢做好了点儿，我们准备横切过去啊。到了这边一个大的洞道平台，过去大概有个15米左右，我们开始准备向旁边走。这边是一个裂缝的位置，上面就是我们布置绳索的地方。这边是一个平缓的洞道，我们沿着这个洞道继续往前面走。耶，这里发现了一个石灵芝，这上面非常的平整，也很漂亮啊。这个位置也有一个还在滴水，这里有很多那种螺丝夫妻螺。我们接着往前面走，去看一下前面。所以这个位置呢明显也是有人工挖掘过的痕迹啊，有可能说当年呢在这里熬过硝的。大家能够看到这个上面是不是这种一层一层的，它就是碳酸钙凝结形成的，这上面一直往下面流。我们要沿着这一片流水的石头向前面走，看一下前面有没有更深入的洞道。在这个位置呢也发现一个石笋，纯白透明的。在这个位置呢发现了一个裂缝，我们要匍匐前进，钻进去看一下里面有没有深度。不是很好进的，我们就是从身后这个小裂缝进来的。我们看一下前方，这个位置呢是要完全的人呐，匍匐在地上，基本上就要趴着这样缩进去啊。到了这个位置呢人就可以直接站起来了。在这个位置呢就完全被这种碳酸钙凝结覆盖，但是这个上面呢发现了一个洞道，我们到这个上面去看一下，它相当于往回走了，说不定这个里面还有更深入的洞道，这边完全是碳酸钙凝结的。在这个位置又遇到了一个裂缝，哇靠，不知道前面了还有多深，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，继续干吧。我们从这个裂缝的位置啊钻上来之后呢，发现这边后面呢就没有洞道了，但是这边呢还有一个洞道。哇，这个位置呢洞道开始变大了，没想到从这裂缝的位置过来之后呢这边还有洞道。我们已经进来有很深的就距离了，在这个里面呢依然还会发现这种碗的碎片啊，包括在这个位置呢当年应该都是有人生活过的，否则不会留下这种碗的碎片。在这个位置呢我们又发现了一个古钱币，这已经看不到字了，不知道什么年代了，就是这个地上看这里还有一个放铜钱币的这个痕迹啊，就是这样放上去的，还是放这里吧。看到没有，在这个位置又有一个，这里也有一个铜钱，这个地上真的是遍地都是钱呐。我们从那个小洞道出来之后呢，看上去这里就非常的低矮的一个洞道，穿出来之后啊，这个洞道就变得非常的高了，大概有个20-30米的高度啊。这边是一个裂缝啊，就往外面走，这里是一个回形的拐弯，从这个位置出来拐过去来到这个位置。耶，进来这么深这里还发现了有这种人为垒砌的灶台，这个应该是一个古老的灶台。在这里呢还发现了一个碗的碎片啊，说明这个洞道进来很深的地方还有人生活，当年这个土匪住在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他们为什么会在一夜之间消失，他们到底去了哪里。这边洞道呢它完全是一个曲形的，像一个大蛇一样啊蜿蜒在这个洞道里面，
然后这里呢有土坑，哟，这里还有个水池哦，这是个削坑熬削的吗？这里面是用这种泥土啊敷的，这里还是一个过滤削水的地方，那个削水就从这边流出来，然后到这个位置就开始过滤削池。我们继续往前面走，这也是相当于一个巷道啊。啊？哪里？上面也可以过，这个下面，但是下面好像都过不去了，这边很窄吗？对，这里好像是个小水坑，这里应该。过不去，我们就走上面呗。我们从上面嘛。我们在这个位置呢，又发现了一个古币，放这里。哦，掉了，还是给它拔这里吧。这边是一个大裂缝，这边沿着过来之后呢，这边开始变小了，看到没有？大概也只有两米多的高度。我们接着往前面探索。这些石头都是被水侵蚀的，看到没有，变成这种圆形的漩涡，非常的漂亮。看这里还有这种碗的碎片啊，还有花纹耶。这里还有一个这个瓷片，看上去非常的好。我们沿着这个水纹侵蚀的漩涡洞道这个裂缝的位置啊向前走，看前面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发现啊。耶，这是个啥？这是个发簪吗？看一下，洗一下。看这上面还有花纹，这是个金的吧？黄黄的，看上去有点像黄金呢。你看，这个边上有这种花纹。纹路非常的清晰，在这个位置呢出现了一个吊坎，下面还有一个木棒子，不知道这里面有什么，我们下去看一下。这里发现了一个锄头，一个小锄子，当年的人在里面生活，难道还是这里种庄稼吗？我们刚刚就是从这个位置过来的，向下的一个地方，如果说一旦踩滑落下去，那基本上没有生还余地啊。我的队友说呢，在前面呢发现了出口。有出口吗？哇靠，看到光亮了。哇，真的找到出口了。确实啊，我们能够看到光亮的地方，而且这里呢有很大一个钟乳石。那么我们现在呢走出这个洞口，看一下到底到哪里。哦，这个出口这样出来了，外面有阳光，这边是密林。那么我们最终呢找到了这个洞穴的出口，也就能够解释得通当年的土匪为什么突然在一夜之间消失。实际上呢，他可能从那边进去啊，从我们刚刚出来的这个洞穴里面就出来了，从另一个方向山的另一边跑掉了，所以他不是被这个洞穴吞噬了，而是从另一个洞口逃走了。所以说这个阎罗洞寨啊，它的谜底呢，最终被我们破解。感谢大家的点赞和关注啊，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，拜拜。